奶奶。好，大家都在跑，那我可以喝个水。你喝水，那我要去上个厕所。好。哎、嗯欸，所以迪路有开？欸、没有。哈，所以你们今天都没开台。哇，今天有谁开？我案子在实现，不敢开。我刚刚在忙其他的东西。所以没办法、oh, 啊，所以那这样应该只有我跟繁星和陈米，只要念陈米还是米米、嗯、还是陈米米，叫米米就可以了。好，米米，陈米太饶舌。可是我家以前的猫叫米米，啊，没关系，我是猫。啊，哎、欸，对耶，就是猫，没有问题。可以可以，米米。所以就今天是三个开台。呀呀，今天没有，我改明天再玩别的游戏。好，今天太多事情了，辛苦了。等你的精华啊，喵哈。好，可以啊，没问题。我可以先分享你们的链接。他说去看他们的台。我不开台，但我可以开台转播你开台。直接按下开台是有差哦，是有差哦。直接分享那个分享网页画面，你直接端下那个，你就直接转你的画面就好了。都是网页，你为什么不截取你自己网页画面，你先截取别人的画？OK， 我不懂哎、欸，我不开台，但我开台转播你开，好笑。笑死、哦、好强哦，你们开了吗？开台，嗯，他们开了，然后喵他的声音已经放出去了。那好的，那我也放了。等那个米卡回来。好。So good。陈米，其实应该还是来玩那个补充吧，他们有新东西。那我去装杯水。好，去吧。我要喝个水。好，观众说：“我直播你直播的直播。”那我再截取迪路的画面，那就会变成你直播的直播的直播的直播。而且一台比一台每一个台好，一个台看到都不是自己的台。那很像那 FB 不是会有那种传这张图会有带来幸运猫猫什么的，然后就是越来越长的那一个。还有 Instagram 也是，那个是刚刚跟阿普水印的问那个、啊、话题啊，直接到到。真的，而且读奇其实会抓这个、欸，哎，会有、哦哦、会抓，对，他你声音不能太大，他会自己侦测。对哦，是哦，图奇不是太了解，我也知道他好像还可以帮你把那个版权音乐自动消掉。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上架 YT 的时候，他会把版权音挡掉，但他也仅限于是图奇不支援的。好、哦好好好，对，图奇会侦测的版权歌，他会自己消掉，但是有些歌到 YT 他还是会被侦测到的。哦，嗯。但我觉得太久没听喵太讲话，喵太的声音真的是磁性到会有一种、嗯、哦，好想睡。那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那我要你挑一点。那我现在讲话就这样子。啊、可以，没问题， okay. 就整场这样子，我觉得你是撑不住了。啊，可以，没问题。好累啊、哦，好累、哦。没问题的。超怪的啦，有一种西索 feel。哦、欸，你可以讲一句西索经典，这样子你会被西索粉看吗？没有啊，他中配好像真的是这种声音，没错，是吗？是啊，真的真的，中配真的是这种感觉。我要去听，我要哭了。哦，你可以，我们可以关台去听。好，那哎、欸，是我问一下米米，你有玩过这个吗？有，我玩过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用介绍，可以直接来。欸、可能不是每个模式都有玩过啊，还要介绍、嗯。那你们看，你们常玩的一样画葫芦跟动画，我都玩过。退出 ，OK， 好好好，嗯，好今天我们今天多了一个陈米米是新同学，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频道、嗯、啊。今天只有我跟陈米米和那个繁星开台，就我们三个都在 YouTube。那我们就先来玩他。
金模式，哎，对我突然想起来了，迪路你们也没玩过补充模式对吼？哦，没有错，没有玩啊，对耶，你声音怎么了？你怎么了？没有错，是真的会睡不着。好，补充模式它是第一家我们拿到的时候，它就是先要你画图，然后它时间非常的短，你可能只能画一个几何线条，可能顶多画一个圈，时间就到了，或者是一个三角形之类的。那之后你所有的其他人都会拿到你画的那个圈，然后去想办法把那个圈补成一个完整的图，时间稍微就会比较长一点点，但是也没到非常长。那它的示意图就有点像它的示意图，就是它前面只画了一个像是倒 S 的东西，那下一家把它补成一个完整的苹果。所以就是你第一张你就可以画一个像它一个倒 S 这样几何图形，那下一家会把它拼凑成一张完整的图。哦，哎，啊，它就是变到说每个人都会拿到，就是大家一开始画那个几何图，不是接龙，它不是接龙，比如说苹果下一家再继续画苹果，没有，它就是一直拿到那个倒 S 这样子。你确定他们听得懂吗？了解，我懂，就算听不懂，就算听不懂，玩一次就懂了。哦，可以，没问题。那我就开始了，不行，这个声音回来我也想要这样讲话。没问题，大家都要这样讲话。那这样讲话真的有点累啊。我觉得我下一秒可能就要喊花轮之类的。勾勒一些基本线条。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好的。完全没有想法，是不要画太多，这样就好，随便画一点，就不用画到太多。哦，好，嗯。刚刚浮标太好像想要讲然后又切回去的音哦、oh, 对不起我好像画的不该画的东西等一下啦、oh, 这很难发、欸、我没有按到完成它会存档吗、oh、会你只要那个最后一笔不、有勾起来如果是浮空的状态它就不会存嗯开始了，你知道这个模式很讨厌在，因为你脑袋会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构这个图，然后就会大家就会开始很安静对，我在开始思考怎么搞事，真的，我们就需要你的搞事，需要你的。哎，这个是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吗？还是把它画完？就是每个人都会拿到，对对对，就这个。对，这张就是你要把它完成，不会有人再往下接了。哦，是哦，是哦，原来如此啊！所以等一下都是可以看到大家怎么画。对，你就可以看你现在拿到那张图，其他人会怎么诠释它。哦，对哈。这声音已经完全忘了吧？刚刚还断线呢，傻眼。啊，你断线，所以现在我们跟着这个森森是不是又是别的森森了？哎，森森平行宇宙。到底有几个森森？他上一次也是断线，然后有一个那个不知道是谁的森森。都在哇，他时间其实真的还是也不算太长。对啊，所以我刚刚想说，你怎么想说什么画一笔就结束了？想说，哎呀，有一种太久没画，我都完全他的线条都忘记怎么用。啊！我画成老头子，画错了，有点奇怪。Oh my god！ 我画的好丑。哎，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真的不要太好看哦，我喜欢。啊！没搞穿。啊？啊？嗯？哦。为什么突然？啊，好丑！算了，管他的。好了，不管了，应该看得懂吧？应该看得懂。得了，这是谁啦？也太放弃自我了吧！哇！哇塞！哇塞！我目前以来我真的最不知道该怎么去用它的东西。那本录的吧？是谁？这么缺？谁啦？我好痛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没下笔。救命啊！哦，我吐了。啊！我怎么下笔？怎么办？
好痛苦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种慌乱。那我一定要看战犯是谁。那他有奖金可以拿吗？我不知道，我还没动笔。哇，这比那个毕卡索艺术还要难懂哎。他已经是个设计师。哦，我好像有弄那一个。你是说像是泡面的那个东西吗？就是一个混沌。我觉得应该好了，他也是蛮混沌的。哇，我怎么办？我好烂，我好烂，我好烂，是谁的？崩溃了吧？我的天！不会画，我不会画图。第一个开始。好笑！希望我来得及上色完，我只能靠上色救一切。可以的，大家都是个艺术家。啊，我觉得我不行。时间过得很快呢。急了，剧哎。换一个平行时空了。嗯，让我把这块肉画出来。啊，我应该要画那个的。啊，是什么？这是什么布？感觉那个东西就是一直传来传去的。请问你收到泡面了吗？看起来很像是泡面。泡面，那泡面真的让我超崩溃了。会发丝先猜喵太干的。为什么？为什么先是我？因为不是我。就是你录完，他刚刚讲说要搞事哎、欸。不要好了。我的妈呀！在这里吧。好像画错颜色了，尴尬。它好像不是颜色，我要哭了。好的。这个家伙好瘦、哦，对，太难想了吧？这面积太大了，可恶！是什么东西？本来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但我现在是了。难哦！我也觉得好难哦，要怎么画？哎，哦，画错颜色了。哎，这是原本的线条啊，还是我勾的？啊！哎，话说来聊聊天，你们年节要去哪里玩啊？请一段时间。你说什么东西？年节。年节。麦克风。李年节。不是你，你刚不说你们年节啊？年节贴个年节，对啊，新年的时候有没有去哪里玩？就那么长的假期，哦，我在我的那个床上滚了三圈。你说两个礼拜都在床上滚啊？只滚了三圈？我好像真的我没有特别，我真的没有出去、欸。哦，真的哦，我看到面条了。哈哈，我目前最崩溃，面条，我已经崩溃了，太难过了。这观众谁找的？
等下可以知道是谁画，笑死了。到底是谁画那个面？看起来也太糟糕了吧！我等下希望我不要抽到，好可怕。每个人抽到一定都会抽到啊，你不可能不抽到啊。那个画始作俑者不会抽到、欸。对啊。哦。面条，我。你想自首了吗？他们是比迪路啊！我刚刚想说，是我吗？你刚刚还想要推到我身上？不是啊，然后你在玩狼人杀啊、哦？不是泡椒 winter， 我那个东西不是面条啊！我那个不是面条，我那个是飞蚊症。啊？飞蚊症没有比面条好吧？难以理解。太难以理解。完了，这个东西要画什么？坏了坏了。哦，完了，这个东西要画什么？公布了我的画。哦。What the heck with this？ 啊，画错了！咦，我把我的手画成了甜不辣了，可恶！甜不辣手啊，可我手好难画哦。这题竟然迅速完成它！啊，我的想象力好不足哦。真的，完了，被这个面条搞了！这个面条真的很崩溃，笑死！啊，风向画反，可恶！面条，笑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很抱歉。我拿到面条了，不是我。我拿到面条，他拿到几个面条啊？等一下，这怎么画？到底战犯是谁？结果是森森，有没有？真的没有，我整个荡掉，不是我。难道是另外一个森森？我现在脑袋有一种数据机过载的感觉，这怎么办？读取中手就是中手就是还没哀嚎过的人。真的，开心完的瞬间，这边靠背就怎么放？哇，这个耳朵好下边了，我要怎么救他 ？Oh my dear， 我还不知道面条是什么耶。嗯，我也还没有吃到面条。高是那么两个吗？可是我画的不是面条。你还没拿到啦？画的是哪一个？你还有一张，我们现在上面你有可能你刚好就抽到那最后一张。我真的准备哀嚎了。对，我也是，真的换我哀嚎。像狼人杀，狼人杀，在装啊，在装，是谁？在装啊！这不是我，我提议票还没挨好的。看这个就是贴票，好水、啊。等下他们两个同时挨好，完了，到底是谁？完了。这真好奇怪啊！这是什么东西？对啊，这个面条好奇怪，到底谁出的？谁呀、啊？就每个人认知的面条不一样哎。啊！火龙石要画什么、啊？我把我成年后最后的想象力挤出来了。成年后，成年后。啊！来不及了！快呀！可以，我也。我太难了。我太难了。喂，喂，有没有英文？啊！哦，我看我知道面条是啥小，什么东西？哦，知道谁是狼了，知道谁是狼了。呀呀，又是米卡，哎、欸，不是，不是米卡抽到的，米卡拿到的。面条怎么画啊？哎、欸，所以是那个啊？啊什么？哦，没有太啊。没有太。
什么东西？啊、你就是狼。我们在抓狼，狼是你。就是我会他。你拿到面条，我想变人。哎，拿面条哎、欸！观众来一起猜，到底面条是谁了？这什么话？笑死！笑死！这什么话？我可以画。那卡住了。我可以学艺术家上填色就好了嘛？不像画出东西就好了。你大家可以解释出来就可以。画死！天哪！突然不想要当会师，我也不想当很久了。当混乱制造者。这什么东西？我刚……哦，我知道，就这样吧。哎，这画出来。会当黑历史、欸、会被剪出来。我现在留情、欸。我现在是在 小朋友做图中。真的哎、欸，可能是乱画一通。黑一次，黑一次。靠北哦，是要倒吗？时间要到了，糟了，完了，完了，怎么办啊？这什么画、啊？不要这样，天助好，太崩溃，好笑，怎么画的？所以我们要票谁？这一场一定要票出去一个。什么意思？那应该是画面条的那一个。啊！来了，揭晓！揭晓谁是社长？揭晓绿色社长。哎、欸，哦，我给他画这个。棒哎！棒哦！可以哎！哇、哦，你们好有想象力哦！对啊。是猫在的。我好无聊 哦，我是个无趣的人、欸。可是你的那个立体弄得很好哎、欸，我也觉得很有沙漏感。哇，好可爱哦！哎、欸，好可爱。哦，这个不错啊。他好厉害哦。真的存，哎呦，我差点忘记存。存档，存档。OK， 存档。嗯。深深的。真的是你，对不起，来不及。内裤大内裤，哇，鲨鱼吗？太棒了吧！哦，这好棒啊！龙猫哎，减肥的，哎、欸，好可爱哦，百变客哎，分身了，好可爱，崩溃的。好可爱哦！这种可爱像的，哦、真的，真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蝙蝠侠，蝙蝠，阵地，这很难呢。这是什么、啊？我想画太多了。哦，太强了吧！对、哦，我好烂哦。我也觉得我好烂哦。好厉害了吧！好猛哦，好猛哦！是我的太阳，我操！问号，哦，好厉害哦！不惨不惨，觉得这题很难吗？对啊，我也觉得这题好难哦。这题我是第一个抽到了，太强了！面条，面条，面条，就你，你。就你在那边，哎、欸，很厉害哎、欸，好厉害、啊，好可爱、哦，好棒、哦，我终于笑，真的是面条，拉面，真的是面条，我不知道叫什么，面条好崩溃哦，哇，好厉害哦，鱼跟菜，哎、欸，这变艺术图嘞、欸，
对啊，哎、欸，这好猛、喔，对不对？这应该夸奖出题了吧？欸喔、我很会出哎、欸，要把谁给跳出去了吧？我再跳出去。太狼了，太狼了、嗯！超猛，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好会画哦。既然是米卡，嗯。哎、欸，我也是。好可爱的。阿点，这个方向好一致哦。哦，就是卡比。抱歉，抱歉，还没画完，那填色很难填。卡比。哎、欸，这是卡比。哎、欸、呀，我也是。你们都画哦，画那个了，画主题。既然你们都画卡比，那我就画华生。哈哈哈哈哈！是 A 这样，画方向一样，超猛。底部是什么？夸张哎！你看，这是你出的。哦、我以为你们讲的面条，我是飞蚊症，这也超难。哎，不是很强？哎、欸，怎么变这样的？我画一个小恶魔，拔智齿的恶魔。哎、欸，可爱！哇，哎、可爱！哎、欸，这好厉害哦！对。已经不知道原本长什么样子了。哎，真的很猛哎！可是你是不是有回去偷练呐、啊？牛牛是最近都在玩那个，好猛哦！阿尔宙斯吗？对，宝可梦的，满脑子都宝可梦，真的耶，真的耶，真的，这场好多宝可梦，真的好玩，真的很凶哎！难道下一场要禁止宝可梦吗？哦不，我变废物了。老瞬间交白痴，全都白痴，太可爱，都可爱，好猛哦！椰子是一部分，凯蒂斯，凯蒂斯，然后连得起来。没有怕哎。哦，这里可以，好可爱哦，抱起来。好乖。好猛啊！好猛，好猛，变色了。哈哈哈哈哈！在讲什么？好生动哦！太厉害了哦！你们都是艺术家，超猛！不是，不要看那个是太超越艺术家的东西。哇！对，现代艺术家，你是料理家哎、欸！料理家，我料理系的。皮卡索，要再试一次吗？这个模式，就现在我觉得等下会很混沌哎、欸，怎么办？对。还有出现混沌，已知用火，已知用火了。那我就再按一次哦，来看一下第二次，大家比较知道要干嘛。我会弄出。我知道了，嗯。开始第二场，开始。可以。感觉画比较抽象的比较好哎、欸。就线条干净一点就好了。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抱歉了，下一家。我觉得我已经学会喵太的精髓了。哎、欸，不要学我，你们这一群抄袭者，我告你们。做面条。准备收我的船票。待会就直接来七张面。算烂。七张面。哦，怎么第一幅就面条啊？阿燕。天哪！啊，这是什么？我突然觉得我超没有想象力的，我要哭了，疯了。接下来是全员面条时间吗？你待我看会出几碗面呢？蛮多的，都是。今晚开面馆了啊！开煮好专心，真的，因为我没有想象力，太难了。BG欸，我也没有，完了。惨了，刚刚都用完了，这是到底这个不能玩太多次，这个脑袋会坏掉。对，对哦，在坏死中。完蛋了，我的油漆桶会倒不下去。完蛋了，完蛋了！啊，我的人生难道就到今天了吗？完了，真的，太快了吧，也太严重了，也不会被这个怎样。今天之后就要封闭了。
屌妹咯，明天以后当迪路看到那个哎、欸、来玩电话画图畏惧电话画图这是什么我被退休这是什么直接失忆昨天你跟喵哈玩的怎么样啊？我们昨天玩游戏、我已经删除喵哈的好友了，找他好久了，这么严重。Oh my god, so sad. Oh, so sad. 还有一个自己也看不懂的东西。我也是。这什么？后面是什么东西？我黄色的哎、欸。解药到了。导路啊！导路什么？哎、欸，哇，这可是哎、欸，不要那么坏吗？我跟你讲，不察觉。What the hell's going on? Can someone tell me? 你又在逃避现实。我知道这首歌、欸，哎，我会听。情绪变化好大，玩到玩到哭，你在唱歌吗？要是被鼻水呛到，是不是？笑死你们！哈哈哈哈哈！脑瘫，脑瘫，脑瘫卡了一下。哈哈，已经醒了。现在已经醒了吗？好、oh, ，Google， 宝可梦。Google， 不是，我不要宝可梦。哦。还敢偷翻呢、啊？我不会画宝可梦。Google， 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要买精英键盘的原因。不是我的不会画宝可梦，不是说我不会去画它，是我真的没有要画它的意思。没关系，不会画可以 Google。老师，我要看答，我要翻书考。哇，我好强！猫，看，这样可以吗？所以我发现时间还蛮短的，好急促、哦。真的耶！真的，我快结束了，再给我两分钟。再给我。没有，真的没有两分钟。那我把必须啦，成兵。必须啦。这只狼，这一次这只狼是谁？全部。我觉得大家都是狼哎、欸。哇，那完蛋了。完蛋了，全部都是混乱邪恶，就只有我不是狼吗？完蛋了，那把我飘出去啊！入狼村，把我飘出去好了。谁的命条了？怎么办？什么啦？不会那是不会又是我吧？对自己有点没有自信了，应该是我吧？没有，我觉得这一场不止一只狼。我觉得应该有一只雪狼，对不对？藏在里面，藏很深。好像还有一只没设定好，狼太多了。可能这一场只有繁星一个人。看呢？那这要画什么？另外一只。哦，超牵强的，
怕他会不会人觉得我在画猥亵物？天哪！哎，这个猥猥呀！登台警告！登台警告！怎么那么快啦？真的，怎么那么快啊？还没动完呢、欸。那么快，哪里说的 ？Miss 你的哟。啊，我先抢。哎、欸，不给我扛处理。对。佐助。佐助？为什么会有佐助？我有佐助。佐助。哦、oh, no. ，那是那个头啊！哦，难怪会有佐助，谁丢一堆一堆箭矢下来？什么意思？什么？嗯，完了，我这所以他现在欠东风就对了。完了，哎呀，我想的好歪哦，救命哦！那应该是怎么办？歪、哎，有叫我吗？这应该是你的。哎我、哦、大胆预测，可是刚刚有人说要抄袭我的抄袭、欸，哎、啊，都是狼，都是狼。我印象中我画的是紫仙，哇、wow ，我这次没有画紫仙。哦、oh. oh, ，我有画到那个，不学是谁？是谁在敲打我窗？谁想栽赃我？哪个狼？哦，预言家在哪里？预言家呢？保卫啊，不会讲话、哦。被干掉，被干掉是不是？被干掉了。预言家自身难保，预言家本人也是狼。我说不可以，只有你们搞事，我也要搞。对，搞一下啊，搞一下、啊，搞一下、啊。听起来超奇怪。去了吗？等一下。完了，这个是五岁小孩的涂鸦。我们已经弄完我们的那个创造力了。对，在刚刚那一题的，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想我们把今年的艺术家，我们把今年的图画完了，今年份的图画完了，太好了，提早收工，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太难了，哦天哪！那大家记得要去买一下我的 NFT 啊，谢谢。把这些上传上去。欸、对你上次来玩的时候好像是 CWT 之前哎、欸。这不是、啊、不是、啊、NFT 哦、那个虚拟会那个虚拟购买的东西。我没有把这个拿去卖吗？会有人要买吗？那大家买一下啦，艺术品、欸。恳求恳求。我们已经把一年的汇率都用在这里了。对。很哦。支援一下。支持一下，不是。发现一件事，我都在画海洋生物哎、欸，哇、哦，好好直哦、喔，天哪、啊！我看到面条了，谁？谁要栽赃我？我就是喵哈哎、欸，你们怎么想？未发先猜，刚刚先讲话的人就一定是谁？我觉得是喵哈，你看他不讲话、啊。都不说话、哦，那你那边接了什么？我还在研究我这张图嘞。面条啊，我那个应该是我画有点偏向火焰的感觉，虽然也很欠揍了。哦，火焰直接、哦、我有拿到，我也正在画。火焰我好像没有拿到哎、欸，那应该就下一张拿到了。耶、嗯，yeah. 我知道这个可以干嘛了。嘿，耶。耶！为什么有回音？你制造回音，山谷里的感觉。耶耶！觉得我好像在狗上、欸，完了，怎么又是这一只？完蛋了！完蛋了！
到底是哪里的线没有连起来了，油漆桶哦，真的一直拖不出去，也拖不出去，之前就是那样，然后拖不起来，哎呦喂，这个六个 U 那你要怎么画？我有看过，这个 U 我一直想成不该想的东西。我已经画那个不该想的东西了，你怎么办？你会不会害我 ban 台？被 ban 台？你就那一段不要剪出来吧。我怕我现场被 ban 啊！啊，我也有画啊，我自己也会被 ban 啊。哈哈，要被两个被 ban 掉，给我。有给我买一送一，我怕爆。买一送三，买一送二，哎，现在完了，我输了。我要自己跟自己玩游戏。他真的有吗？So sad。哦。啊，来不及！哦，这什么？这什么？又一个这什么？这什么？大家都好崩溃哦！最后一张。啊！是巴拉西哟！哦 ，My God！ 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可以想到其他东西的？我真的是很问号，怎么互相伤害？我好厉害哦！我觉得我真的要一直狂画海洋生物，哎，我只要一不会画，我就把画的海洋生物了，海洋学家的部分，原来是海洋系的部分。洋系完了，今天是喵花水族馆。嗯，这一只看起来像比目鱼，这样可以吗？耶！换一只颜色了。我开始在画一些奇怪的生物了，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要变成艺术家了，谢谢大家，我要进化了。你没关系，你从刚第一题就是艺术家。你已经胜利了，你本身开了大家的视野，你开了大家的面条，面条王。面条王，我不太想拿到这种称号。我真的不是会开心哎，我要哭了。从今天看到的那个喵台都要讲面条王，面条王，有请了，怎么像我室友，就像在叫特级厨师那种感觉一样，为什么？完了，人家出去第一个被封锁就是我。手写版的收音真清楚。抱歉抱歉。哦，好酸哦！啊，很酸啊，酸。手很酸。哎呀，变真真终于结束了。我刚是面条，我去哦。啊，不是你，最后再换你的。我想说画火焰的感觉，好好吃，有味道，吃哇，超赞的，哦，好棒哦，旁边掉什么？饿了是吗？饿了，哇塞，好走了，哇，啊，那个那个火啊。啊，不，那个想火了，你太难了吧？还在宝可梦，成功哎，好难出来。他感觉像是淹死在上岸的那个，他应该是被那个球砸到的脸。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头儿是你头儿。什么？啊，可以啊，对，我也想到猫咪的这好棒啊！哇，还有人。哎，我操！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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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哦！来着六，十八的，对不起，鱼鱼，哇，这好棒！哦，那昨天那次好美哦，好美哦，斗鱼。洗洗耳的技能，哎，这植物大战僵尸，可爱，厉害哦，好猛啊！都是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都是全是，这题是海洋生物，都是海洋皮。我还没画完，对不起。为什么要扫？为什么？为什么要扫？你的游戏，它进化到陆地来了。是进化手的部分吗？好难哦！哎呀，是你面条，就你，就你，一袋面条，好猛，这个也不错哎。是什么？是什么？不能牵强。对对，那个哦，太好了，反心的跟我想的一样，真的假的？对，哎，棉花要吃，好厉害，小学生来，好猛哦。好棒哦！哇哦，两个好厉害哦！走、啊，我们去登记吧。哇，我玩这么久，第一次构图这么像的，就同时出现的。我们之前都完全没有出现构图很像的啊。有了，刚刚那个卡比也是啦。嗯，厉害了。我刚拿米卡当键盘，说我画的是直线哦。哎，直线基本上我想。哦，八线！哇，放的好强哦。镜头拉近的概念。哇，是好好吃哦。是单名字篮子。哎，我是最后一分钟才画的，哎。真的。我在跟自己玩情字游戏。很有娱乐性，你的线在哪里？我如此，怎么找不到你的线？我要拿上去看一下，厉害哦，好猛哦！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很猛，我就看不出原本的线的猛，哎、欸，超强，很猛啊！哦、这个很难呢、欸啊欸。我这画什么都忘记了。动身啊！动身！来打你的头。查查完。那手不要自杀啊！哈哈哈哈哈！这很中毒哦。这好棒哦。怎么？WiFi？ 哎，好厉害！来，我说为什么我会摔，因为我一直歪着头在画。啊？哦，海棠吗？对啊，好棒哦！球，对啊。今天到底吃了几只卡比啊？他游戏快上市，快了快了。哎，这我想超久的，最后我放弃一句话：海洋生物，好可爱，好可爱啊！棒哦！想说是不是要画银杏？最丢脸，他旁边有新的头了耶！哦，哎，是那个银杏吗？对啊，掉落在地板上隐形，哇哦！那起来好吃吗？好棒哦，好好吃。那怎么又是你？我到底画哪一题没有？你是不是刚只有面条没画杰尼龟啊？你不想再画杰尼龟了？可是你怎么样都能画杰尼龟，也蛮厉害的。真的哎，好猛啊！好了，我们来换别的，不然我觉得你们都在爆炸。太好了，杰尼系哪一个呢？杰尼，杰尼。哎，对，你们应该也没玩过背景模式啊。背景？背景模式它是第一张画的人时间很多，那你可以把那个背景画的超级仔细，然后之后那个背景大家擦不掉你的图，那个背景就是固定在那边不会动，那其他人去动其他地方。Oh. 所以我们当时有人画一个很长的楼梯，然后我们就是从楼梯流水下来的那个感觉。对。Oh. 然后还有什么？我想想看，我们当时还有一些比较哦，我有画那个鬼灭，鬼灭那个大哥跟那个上三两个人在打， oh. 那其他人就是画背景特效而已，然后他就动不到我的上三跟大哥。大概是这样哦，然后我也画一个基德的手上拿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就会画他手上变哦，对对对，对他就不会插到你动那个线，然后你就要留一个地方给大家去想象去动那一块。了解，所以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第一张可以画比较久，要画什么？要画什么？可以要想一下。我也想一下哦。对，画什么？
背景哦。那这是接下去的还是跟刚刚一样？第一章是你等于是做主题的人，那其实第二章才是第一要思考的人，那其实后面三四五六七八的人就是去接着那个第二章画的人就好，加东西上去这样。对，哎，第一章主要是你帮我们创一个主题背景，那第二个人就开始要想说我要怎么去动这个背景，那三四五六七的人就不太需要想。哦，了解。好，那我知道了，我想好了。我也这么快哦。我也好快。我到现在还没想好要画什么，因为他第一章时间很多。嗯，因为这种就是陷害好玩啊。对，听起来不太妙哎、欸。该不会又是面条？不会吧？面条背景吗？哦，那我就按开始，有人还没想好吗？啊、okay, 我准备当党了。放心，边一边想。先讲，你先讲，我要自己当党了。那我就按开始背景模式。对，好，那啊，画什么？先按一下。嗯，好，怎么办？给你龟有什么可以画？然后就开始说，哦，这正犯已经是那个，已经是森森，哦，就只有森森会画杰尼龟，杰尼龟，杰尼杰尼，杰尼系，杰尼系的，杰尼杰尼，笑死，笑死，对吧？杰尼龟不是有一家族的那个戴眼镜的，对吧？消防队。可爱的，可以可以，请你请你。你们说时间蛮久的，但还蛮快的耶。我觉得感觉跟刚刚差不多耶。我觉得他蛮快的耶。哎、欸，竟然吗？惨了，我忘记要怎么玩的。你的绘图笔有在旁边吗？有啊，拿起来就对了。弄得那么彻底吗？好棒的帮助哦！哇，哇，真的是好有帮助的喵台，谢谢。不客气。自从知道怎么玩之后，考试都考100分啦。谢喽。现在记得勿忘我，谢谢谢谢谢谢喽！好老掉牙的东西哟、哦！哎、欸，你为什么开始画杰尼龟啊？刚刚不知道，意外吗？啊？你呀、啊？本身就哦哦哦，怎样？怎样？哦、怎样不能画吗？这样大家好凶啊！怎样是不能画吗？我说你怎么开始在画杰尼龟啊？哦，就画、啊。我说怎样是不能画吗？你好棒哦！这就是有种解释跟没有一样。不要再带坏别人。哦，杰尼杰尼。面条嘛，好，面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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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这是什么新的宝可梦吗？面条面条喵太面条细胞吗？面条面条面条怪啊，面条系宝可梦。我有色尾的，我有细面、中面跟粗面。细面、中面跟粗面，我要细面，谢谢。宵夜的话，可能是用那种卷的那一种，然后最好是冲一下热水就可以泡开了。方便面。不好意思，我笔筒的我拒绝。不是笔筒，笔管啊！靠，别讲错。嗯，你不我想说你吃鼻筒，讲错讲错，想到的是鼻管，傻眼。对，欸、鼻管可以杀人，
真的吗？啊、他有那么硬吗、啊？有啊，你往人家、嗯、你往脖子插下去，他一定死吧？啊、他可以放血，好凶！谢谢繁星教学，真实用，厉害吧？天哪、啊！好，今天我寄两根，我寄小心我寄笔管面哦。哎呦！我说出去吧，我的孩子，啊、你要残破的回来哦。这位粉丝对我真好，寄笔管过来。出去吧，我的图。突然想到有一个面条模拟器的游戏耶。那什么？我拉。那在玩什么？喵太做的。一条面吗？我有物色在，我有物色那款游戏，晚点贴给你们看。它是当一条面过马路之类的。当一条面。听起来也太软烂了吧？对，就是很软烂，然后你要通过一些家具啊、建筑物啊，可能被车碾爆啊。你怎么都是、哦、你怎么都是玩这种的啊？上次还模拟鱼不是吗？对，鱼、啊、那个也是很软烂，鱼那个也很软烂，我就只会玩这一种的嘛，就要烂一起烂的那一种，要烂一起烂，不能只有我烂，笑死，我烂，可以只有我烂，大家烂，全家烂，棒哦，对，哇塞， wow. 这个应该是那个米米画的吧，还是米卡画的呢？为什么又有杰尼龟？有不是我，有面条哎、欸，笑死！哎呀，假，我要查一下，我要乱玩这只杰尼龟。我画给你玩的，没想到你拿到第一棒。哦耶！耶，我也要画杰尼龟。杰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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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有你，杰尼，杰尼。谁拿到我的拍片现场？画画一 talking 了吗？完了，他认不得的是拍片现场了。等一下，你也画拍片现场？咦、欸？哎呦，有人跟哦！啊，我猜你是狼。双狼哦，双狼。狼人现身，请睁眼，确认同伴。直接全都狼报告之恩，怎么大家眼睛都张开？我觉得喵太是狼，我大家眼睛都张开有没有？全部都是狼，全部都是。哎呦，你是狼吗？哎呦，我也是。哎，好巧，好巧，好巧。认真做。因为这个这一张就是那个你让这张图整个动的方法，所以其实这个是这一 part 是最难想。哎呦，糟了！它会动吗？它会动吗？就是你要没有，就是下一家慢慢动啊。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哦，对吼，它是动图，对哦，这是动图，这是动图哦。感谢魏加油哎。然后你看右边有一个图层，现在还不能关，待会还可以用，应该是下一家才可以开始。下一家祝你幸福，再见。下一家祝你幸福。对，他画两次，所以上面是二撇十四张。哦。所以你一开始创造那张图，你也会看到你这张图变成什么东西，在中途。原来。杰尼龟哦。我看到拍片现场了。那个右下角就是那个可以擦掉，就是刚第二个人画的那个图层，然后它上面还有刚刚那个人用过的颜色，你可以直接取用。哪里有上面的颜色？哦，左、哦哦哦、上角。然后我们就是要画那个可以关掉图层的那一张图，把它想办法动起来。哦，对对对，所以我们背景就动不到它了。哦，懂了。所以它是动图、哦嗯。对。我看以为它只是一个接力背景而已。哦，我也以为耶。对啊，就它确实不太好解释。真的画背景，玩过一次才知道。我不会画杰尼龟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正在也要画一只杰尼龟。我现在也在画杰尼龟，到底是多少年在画杰尼龟？那你我应该就会画了。竟然，结果反而我没画。那等一下你就会画到了。那你会画到三只以上的杰尼龟，除非你刚刚就在画杰尼龟，你就是战犯。哎、欸，还要填色哎、欸。
需要把它擦掉吗？就是把上一个人的擦掉再按完成。不要，你那个你右边可以关掉图层，如果你觉得它太干扰的话，不会显示。那如果不关掉的话，下一家会看到吗？不会，他看不到你上、okay. 看不到他那的图，所以你要记得再描一次，不然主体会不见。是谁把红画成、啊？就像我这边的第二家画了一只杰尼龟，我一定要再画一只杰尼龟，不然他会看不到那只杰尼龟。哦，对对对，好的。那没有，我很好奇，是谁把轰化成杰尼龟的？谁啊？完蛋了！谁啦？谁？梦女们站出来！天哪！哎，不是啊，妖怪会不会自己是狼，然后他在那个？这什么上色啊？来不及嘛！自己。狼的经典发言。我不是狼，我不是狼。我觉得喵太他在带风向，我也觉得喵太在带风向。我最讨厌林敏的孩子，每次林敏的孩子。哎呀，那个嘞，图层左边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图层左边那个字，那个很像笔的笔记本，它可以打字啊。哦，我靠，杰尼龟了。哇，这边有面条。为什么都要上色啦？好烦哦！哦，呛到吗？完蛋，这在拍谁啊？看不出来是谁耶！我看到那个拍片现场，而且我竟然一眼就懂是什么东西，我很惭愧。我知道这是什么，可是我没看过哎。惊悚的吗？惊悚，蛮惊悚的啦。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吧。哦、oh, ，我现在才懂，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在底下，然后大家都要画动画上去。哦、oh, ，因为像我们之前动画还要全部重描一次啊，就让我们主体不会去重描。嗯，对对对，因为之前那样就是你还要全部再描一次，超麻烦的。对啊。哦、oh, ，所以这是新模式吗？这个？嗯，算是它的进化版本。嗯，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可以画得更精致。嗯。但就很可惜，就是它只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就是那个固定的东西没办法变。哦，对啊，就是变到说你第一张的人可能就要预留一个空间，然后第二个人就要会去想。那就很吃第二个人嘞。对，第二个人要知道第一个人的想法。我倒是希望他出移动工具。那我也希望、哦、真的很想把它移一下，我是想把它放大。哎、欸，真的，对，我也是。最好再多一个图层之类的。杰尼龟，又是杰尼龟，到底有多少杰尼龟？为什么？可我这到底是往上跳，还是它掉下来扁掉？等一下是哪一个？完蛋了，目前只画到一个杰尼龟，到底有几个？笑死！哎，真的是轰哎、欸！你画到我刚画到那一个，画到了，我画到了红杰尼龟。The fuck！ 这样我可以澄清，我不是狼，因为我画到。我画的这个铁定不是杰尼龟，这个很奇怪。他表示有三只杰尼龟、欸。我的天哪！又画到杰尼龟了。那我猜你应该是画到我的杰尼龟，我已经抓到其中一只狼了。太多杰尼龟，也太多杰尼龟了吧？对，杰尼新世界呢？杰尼，杰尼龟大量发生。杰尼龟大量发生中，请问我该注意什么？
要小心宝可梦，宝可梦很可怕。是杰尼校园欸，宝可梦超可怕、啊。被咬到之后就杰尼杰尼。哇，闪光的。我要把它。对，会不会有闪光杰尼龟啊？闪光杰尼龟变白色的吧？我目前想到是这个。闪光杰尼龟是什么？就色尾杰尼龟啊，色尾啊，因为那个色尾旁边会有一个亮亮的图案，所以又称为闪光。哦，真的哦？对啊，学到了吧？学到了。你没画杰尼龟，还学不到这个？所以最近看你们都在玩，然后觉得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好玩，太好玩了，很好玩。但是它这个版本没有杰尼龟。哦、可能要等 DLC 啦，没关系，我不需要他。皮卡丘 ，Oh my god！ 你可是有一个角色，我觉得喵太会有兴趣哎、欸，那个索罗亚普，索罗亚克他，索罗亚普，真的很帅耶，真的很帅啊，对，就是红红加白，真假的，好啊，对比那个猫右展还帅哦，超帅，我要进化了吗？进化了吗？章鱼哥有穿裤子吗？没有，没有，没有。可他有穿上衣、啊。章鱼哥还是变？我传给你看。你可以说他版本的喵太。你要这有眼睛吗？我杰尼龟了。是有眼睛的吗？那、哦啊、喵太配色。好看，好看，喜欢。我看到没有穿裤子的章鱼哥了。好险，你还看得出那是章鱼哥。嗯，我现在要把它变克苏鲁了。啊嗯，完了。Oh my dears！ 哈？我现在就要化成朋友说，不要以为画触手就是克苏鲁的方向前进。直接。我来了。我现在。懂，原来这是 home 哦，我以为他头上右边出血，白痴哦。完蛋了，真的被我画成出血，我该怎么救这个头发了？不对啊， home 的脸不是有一半边也要那个吗？要看是哪一种红鱼哎、欸。是那个啦，不是那个红，是那个啦。我、哦、靠腰，你说那个红啊？我那个那个红啊。哦，胶冻啊，胶冻啊！把名字讲完嘛，讲轰，怎么知道？那还是轰鱼。好，我去帮他的那个右脸补一下了。右脸，他的左脸啦、啊，他左脸还有东西啊。因为稍早在画海鲜，我只是想轰轰轰。轰，轰鱼。对啊。也等一下又要画一堆红鱼，完蛋了！我一开始以为他在吐血，我现在画面已经是变成吐血红了。抱歉了，下一家，加油，下一家。我画到的时候已经是吐血了。啊，等一下，所以我在画的是他吗？啊，我现在在画红啊。哦，那就好，那就好。你应该还没接到红。我想说，我在画吐血没错啊。好，我们这边每次都会变吐血啊。没有问题。欸、对，这次深深没有画天竺鼠哎、欸，就变杰尼龟了。对耶，完蛋了！天竺鼠已经变杰尼龟了，我是杰尼龟了，杰尼龟深深。我已经画出第三只杰尼龟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杰尼龟？天哪，我看到那个红了 ，Oh my god！ 他吐血，太可爱了吧！旁边那到底是 ET 还是章鱼哥、啊？哈哈哈哈哈，克苏鲁吧，应该是我的克苏鲁宝贝。哈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是在吃面还是吸毒啊？等一下，吸毒，哈哈哈哈哈，他爱吃毒，爱吃毒，毒，对啊，什么意思？太强了。
一下，他是跳进来还是跳出去啊？你可以让他同时跳进来又跳出去。默契大考验，跳进来跳出去。他还有杰尼龟。决定。哎呀，该不会背景也是画上去的吧？没有啊。嗯。哎，你是可以看到上两家的图呢，还是没有？啊，没有，你只会看到你的上一家跟第一家。为什么背景那么灰？你把右边擦掉看看，可以只看第一家了。对啊。嗯，我画了一位服饰。完蛋，我来不及那只章鱼哥了，我要让他出去。这个吗？嗨。为什么是往下的箭头？你拿回你的画了？你发生什么事了？对，我没画到烘焦洞啊。那应该是你后面的人搞怪。他到底是要进来还是出去啊？换你了，换你了。哦靠，我忘知道了。我要让他下去。哦，比算有没有更大一点？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画变这样啊？那是什么生物？哇！笑死！这只是鲤鱼吧？鲤鱼王的尾巴是黄色的吗？可是鲤鱼王。它好像渔网，那个位置是一个一片东西，好像不是一片的吧？它是啊，一片白红红白，对，它是白的。然后它有就是它的鱼骨啊，橘色，为什么会变这样、啊？鱼骨撑开像扇子，然后中间是白的。哦，好。OK， 我为你放在 DC。哦，谢谢。谢谢，也行。嗯，感谢感谢。接下来的顺序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拿到了二三四五六了。对，就重复了。再重还要再画一轮哦！我天。哎，对，这么久，疲力尽。我觉得这个等下应该蛮棒的。那完了。几家挨几家仇？对。哦，这是什么生物？为什么图变成油漆桶就可以画完的东西？好，我画好了，打个马赛克好了。嗯，怎么了？哦，怎么它变成这样？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不在的期间你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办？好可怕、哦、是我的樱花儿，我的樱花儿怎么不见了？为什么他跑进坟墓了？我的樱花儿，我觉得第二张看的比较比第一张还不贵。这是什么？是奥泰之力。
现在已经画到有一点随便拿都可以了的感觉。我已经画完了。我也是哎，随便都可以的。我点不易。我突然发现他现在左上角可以直接download你现在正在画这张图，哎，多了一个download。哦，真的耶！左上好像以前没有这个，没有啊。新增很多东西，就好棒。好崩溃哦！好棒、哦，好崩溃哦！为什么杰尼哥的脸上都是血啊？哈哈哈哈哈！谁搞的那样？好像是喵喵喵。不是啊，不是啊，红椒洞也不是换的、啊。哦，谁画红椒洞？我不知道是谁画。等一下，我刚没有画到红哎、欸。我也没有啊。咦、欸，刚才从谁开始？画到一半才意识到它是红。完蛋。哇哦！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变这样。为什么？他怎么变成另外一个神奇宝贝了？那个樱花上面那一只为什么换了？为什么换人了？换演员，换演员是什么？啊，那一只去哪？我的樱花儿不知道去哪。是什么？笑死！开心。我要让所有生物都变成尖叫宝贝。你的喵太穿衣服了耶。欸、啊、他原本没衣服吗？没有，我没有画到衣服。没衣服。欸、啊凭什么可以穿衣服？欸、太难过了吧。我等下福利也不是这样发的。福利熊。你等一下，原来有喵太吗？我怎么没画到？还是那个红椒洞其实就是喵。你在拍摄的那一个、那我还真的是不想要变成。哇，你在拍红椒洞。哈哈哈哈哈哈！跨图联名了。我要让这只杰尼龟粉身碎骨。哇，杰尼杰尼 ，no 。太解腻了，解到粉丝碎骨。去领便当，你已经出现太多集了。啊！他还有一个游泳池的，我正在画那个。可是他看起来快不像是杰尼龟。我这一轮有看到三只杰尼龟、啊，我只有看到两只，一只快不见了吧？我有看到有人消失了。我是两只还是三只？有龟消失了。有龟。拜拜。我记得我画到一个红椒杰尼龟跟一个泳池杰尼龟而已。哎，我也是。泳池狂欢。我记得我画到这两只啊。另外一个杰尼龟好像变成臭臭泥。糟糕了。你要看你穿衣服了，什么不行，这样不行，我要脱掉。等一下，那个海绵宝宝为什么越来越邪门呢？海绵宝宝，那个好像都是传说，还有东西哦。海绵宝宝那个真的超好笑，好好笑，我操！哇，这也太强了吧！棒！哎，为什么这樱花变成这样了？等一下。我让喵太拖。OK， 那等一下，我等那一棒，我等那一棒到我手里，我把它画成红椒洞。天哪！哈哈哈！吃面的已经死了耶！吃面的已经死了。对呀、啊，已经死了。肯定没有毒药。哈哈哈！他们那个没有填色，海绵宝宝那个太好笑。我刚画到也是笑。我好想看，好想看哦！海绵宝宝我是最后一张，海绵宝宝他黑化了，他黑化了，他黑化了，好好笑。
那、啊、这个要怎么动啊？你死透了！我已经让这个危险靠近他了，交给下一棒了。我帮你制造了一个 danger。到底为什么这个东西、啊、？What？ 我要让上一棒的精神传承下来。海绵宝宝这一张必定得崩坏，他不准给我正常。欸、对，我没画到章鱼哥哎、欸。为什么 ？I like it。哦，因为我画那个章鱼哥的时候来不及，我让他出去。我也没有画到哎、欸啊。章鱼哥死在我这一棒。哇！我又来不及画完他，我就让他跑出去了。我好好奇哦，有趣哦。我等一下要看到章鱼哥哎、欸，我好期待。我等一下会说变什么？太好玩了！哈哈哈哈哈！章鱼哥要消失了，来吧！这是红椒洞吗？那个章鱼哥要被吃掉了，哪里走嘞？还是这样子？下这个人只有四只手指头、欸，哎，我帮他补一根好了。他数来数去只有四只，可能是欧美画法、啊。可是问题是他另外一只有五根手指头，可能出了什么意外？可能太好吃了，一直吃。画长，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生物啊？这是吸血鬼马上死。这个也有 SCP 的感觉，太棒了。哪一个啊？我这个尼龟胶洞已经没了，啊，杰尼龟胶洞没了，可惜没了，它消失，它消失在一坨鞋里了吧？尼龟本人消失，没了，没了，这到底是粉色还是肤色？它上面可以用那个别人用过的颜色，哦。他也没有帮他上色，等一下，那帮他上个色好了。告诉我，补个。死了，这个。这个能量是海绵宝宝那边的能量。你说跨区了吗？跨图了，对。还剩两张，缅怀他。两张可以准备收尾喽。好。兴奋。就简单说，把最后几张给爆破性。爆破性。爆破性结束。哦、那我这张会很累哦。哇塞！我这张好爆破包厢啊！爆破呀！怎么会这样？这是谁呀、啊？爆爆！哦，这个 ！Oh my god！ 哎，宝宝好可怕哦！这个不大。我靠！我是最后一家的海绵宝宝啊！他有六根手指头。一根吗？太酷了吧！哇，六根长望，这是什么？土司超人跟……好不贵、哦。他曾经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我现在看起来很恐怖。他曾经辉煌过，曾经是杰尼龟。真的欸，是曾经了。Oh my god， 这个是可以直播的吗？怎么回事？到底？他看起来很邪门欸。哇！你们一个都别想逃哈！Oh my god！ 他跟我签订契约了，你们死定了。啊！我大概知道你现在拿到的是哪一张了。
海绵宝宝，对对对对对对，宝宝那一张。杰尼龟也有一张，我是在杰尼爆炸中。我只是我拿它爆破的，超好笑的，超棒，好高呀！那我要跨平台合作喽，杰尼龟回来吧。跨平台合作，他还能回来哦，我厉害。这个就是八点档最常演的那一种啊，都要领便当之后还给我回来那一种。杰尼龟召唤术，好不解释，就直接让他回来。我就这样拿他爆破了。来了，结束了。好的。一张吗？是我。对，好像还有一张。就是最后一张收尾时间。什么？好，好的。海绵宝宝怎么回事？啊，他怎么站起来了？我他变咖喱超人。哎，怎么碰他呢？这个哦，这个也太厉害了吧！等一下，好棒哦！为什么看到杰尼龟的坟墓？哦，不是，不是，看错了，看错了。你没看错啊？是吗？哦哦，是你要复活的吗？嗯，那我要再下去一次。然后才爬起来、欸，再塞回去。可以这样向上上上下下又上上下下的吗？喂我已经看不懂这张在干嘛，这是三回啊？这一条杠杠是什么？它是被撞吗？What the heck？怎么变成咖喱面包超人啊？嗯，我刚以为他是吐司超人跟面包超人的合体，角色一直在换，变咖喱面包超人，一直在换。再见，杰尼龟，好恐怖哦！最后一张嘛，让他停顿。海绵宝宝还带走了，好期待哦！这海绵宝宝很帅、欸，海绵宝宝变怎样哦？我刚刚帮他增加一点爆破的前兆，的哦，我不能位移，好好玩的，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但就这样吧。也、欸、好期待哦。对啊，这最后一张了吗？还是还有一张？我好像没有没有，这最后了。我好像收尾没有了，太棒了，可以结束这个。地狱漫长之旅，太可怕了，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了。我也是，来不及啊，救命啊！棒好，放弃。咖喱面包超人，手好酸，耶！耶！哎，啊，太有好的哦，这就是那个，那你就好好的哦，哎，出现了，相遇了，这是怎么变成后来那样的？你们来了，对，杰尼龟要走了。他怎样？他怎样？他怎样？你把他的身体接回去了耶！哦，六点在这里迷路，太迷了！我就想说，我没画到杰尼龟啊！在那边说错你，哦，我画的是百变怪，不是说错你了。我不管嘛。阿夸变垃圾山了，他臭了，他臭了，再见，他臭了，臭了，好吃了，耶、yeah, 哇，真的，啊，天啊，要变卡比了，啊，忘记画鞋了 ，no no， 哦 no， oh, no 你手画了，他怎么了？回去了吗？哇，
蓝色的回去，说回去，我发现不好吃。这是循环动画，但它可以做两种，还三种。好，又回去了，好有趣哦！好快哦，这个好了，好棒。豚，最后一张刚好变成回去，哎，循环动画，对啊对啊，吐出来，太棒了。嗯，太棒了。你好认真哦！你会变怎样呢？我的樱花了超无聊了啊！没有画到我的樱花了，死在第一路上。原来我在想什么樱花儿？对啊，这还在啊，感觉还在啊，哈哈变小吃怪。对不起，不是，我跟你说，哈哈熊。哎哎哎，怎么变扑克？原来樱花儿的那个花瓣卸了会变这样。对，我说的是这张。好，我没画到花瓣。我也没画到。怎么了？没画到花瓣，翘了，还越来越翘了。好棒啊！还打翻呢，超赞。哦，没事。他暴走了，他起来了，他突然想起自己是自己是樱花。他想起自己是樱花了，他不吃了。怎么要吃东西？怎么要吃掉东西？天哪，太优秀了吧！大家都没话语了，那个云，好棒、哦，云要画，那好棒哦。那都没有画到那个云诶、欸，因为我看前一家没有画，对啊，我以为那个云前一家也没有，所以那时候才问说，对，是看到前家的吗？还是什么？哦 ，OK， 我云好像用到那个透明的，变成这个，最期待的，完成精神传承，觉得这是蝴蝶吧？好久没有到现在那样，他到底是完全不一样了，看起来螺旋丸，他到底怎么从螺旋丸变成后面那个鬼？原来在这里呀！娘亲鬼哦！那到底是怎么变成恶魔契约的？走了，张哥走，对不起，时间不对。好赚的，不见。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太邪门了。哈哈那都是你们传给我看的、啊，对，好像是我教你的。哎、欸，这个杰尼龟的游泳池，还因为还在第三章而已吧？好像是我害他跌倒吗？他下潜一切的乱源吗？哦，啊！他被刺了，阿莫尔斯吗？哦。哦，原来是这个东西，糟了。为什么会喷一堆白白水花水花啊，结果是百变怪变成了阿蒙尔斯，对，是拿笔吗？阿蒙尔斯每一张的主角好像都会受伤哎、欸，真的、欸，我看谁？太搞笑了，我也是布朗吗？超人，我这好搞笑，怎么变？你太莫名了，为什么？为什么？太突然了，太突然了，为什么？到底是发生了？我的脸颊好痛哦！秀秀啊！我原来是相机画面，原来是不是我以为要上色？
以为上色是第一家的，没穿衣服，因为它是半透明的，我就不知道它是第一家。哎、欸，大家都有头发，我拿到都没有头发、欸，哎、哦，好棒哦！对呀、啊，好厉害的。哎、欸，那方框竟然最后有回来、欸，好神哦！什么？大家还那个上下左右还穿衣服？原来是标太要标太穿衣服啊！我以为是从左到右开始跑，你看多一个这个。我也是，我以为是左到右。是谁让他脱衣服的？哇！哇！没有，我还让他脱裤子哎、欸。我有马，我制止了这一些。还换我跳？为什么？为什么换我跳起来？哎，他有办？我看一下，如果弄成回头会怎样？哎，哦，他是重播，这个才是回头吗？哎哎，哪一个？为什么看不太出来？我以为我是出来制止，原来我是来宣传的吗？你现在是来秀的、啊，那感觉停在迪路这一仗比较好笑。怕舞的，好笑哦！面面，然后有面面面，这个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一开始就我也觉得很可怕，咬到是吐出来吗？吐了。Oh no! Oh no!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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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那我先动一下、啊。那个是粉末哦。伸出来一下。那是粉末。你看，你画六根手指头、欸，哎。没有，旁边那是我沙粒啦。哈哈哈哈哈！我要捡你龟，回去。捡你，我要捡你龟啊！回去，给我回去，再给我回去。是谁啦？什么？那你快被咬吗？为什么啦？突然串场一下，棒哦！被咬被制止了。杰尼，可爱哦！是谁呀？交动谁呀？叫你！那边干嘛？我还忘记画脸上的伤。超怪的，超怪的。Oh my god！ 好笑哦！这边完全没意识到它是红脚洞，画一半才知道哦，原来是红脚洞。我想，哦，你这样叫还可以呀、啊，帅哦！你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那是吐血啊，我吞噬。这个画好轻松哦，涂一半。对啊，哦，后面爆炸。哦、oh, ，我拿强化一下，好强哦！瞬间核爆，好破，赞的，请它消失，只是把红色变成黄色的图而已、啊。No， 杰尼龟变火烤杰尼了，好吃。好不，再见了。很棒耶！被炸回来的感觉，好顺。我觉得那个轰炸的感觉好棒哦。对啊，嗯，哇，这一轮好长，好棒，好漫长。我们来玩回以前的好了。OK， 好。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应该差不多。要玩哪一个？标准还是一样画葫芦？标准跟一样画葫芦差别在哪？我已经不知道了。标准是打字，然后大家开始打猜打猜打啊，对，打猜打猜啊，画一样画葫芦，从头到尾不会用到打字哦。你们想要打字还是不想打字？想打字，不打打字。我想举手一下，那个我想上厕所。啊，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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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对，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讨论一下。好。我有不好的预感。不好的预
我们来打过年发生的事情好了。过年发生的事情好，还是什么跟过年有关？嗯、你过年发生的事情啊，随便啦。过年发生的事情，嗯、过年在干嘛？我想一下，我过年在干嘛？拜尔宙斯啊！哎、欸，真的、欸。工作对呀、啊，刚才你刚刚问我没有过年在干嘛，我真的都会阿尔宙斯、欸。阿尔宙斯，哦哦哦，对，我都在 Pokemon。哎呀，都玩呢、欸，看起来真的超好玩的感觉。好玩，好玩，好玩。之前都没玩过的人，马上玩都觉得很好玩。嗯，哦，你完全没接触宝可梦、嗯，直接去玩都没关系，它系统完全不一样。对。对，而且你也可以不理他。觉得宝可梦超可怕的。我也快速去个厕所，好，好去吧。阿尔宙斯，好啊，感觉可以考虑一下。不用考虑了，不用考虑了，直接入手，直接现在下单。对，正买。又有魔物猎人，又有萨尔达，又有宝可梦。全包，全部都一次玩。该玩该玩，我也是第一次破台，就是这个铁块。嗯，因为我对宝可梦的角色还没有那么熟悉，很怕不了解。不会啊，那个跟那个一点没事无关。对，没无关。这一代很特别。哦，好。嗯，其实每个 Pokemon 都会从头到尾介绍了，就是变到你其实不管。没有玩哪一款，直接玩其中一款都没差。但他这一款，就是我觉得会比较人性化一点。其实以前的有一些很不人性化。那上面会介绍他怕什么，让你去用。嗯，哦，像前一站真钻，我觉得不人性化的点是你有些东西没找到，你会卡主线。啊，但是这种不会。哦，原来如此。嗯，真钻哪个会卡？我技能没学到，我就摸黑，我又摸回去，我被气死。你。愤怒愤怒愤怒，奇怪，没有跟你提示说哦，你要记得学飞哦，啊，你要记得学清除迷雾啊，不然你后面那个碎岩也没办法那个通关哦，谁知道啦，讲一下嘛，你都没好好的问 NPC 哦，我也是这样一个卡，他那个照理说主任问你说你要去找什么 NPC， 没有，他没跟你讲，宝回来了，哎呀，好，我们来玩标准来。打过年做的事情，好，是大家过年做还是自己过年做？你反因为别人要画出来，对，不管你的事，思考下一个人要怎么恶整他。好的，好，过年了解了。我是又断线了，没有啊，断了吗？嗯，没有，在。那我们开始吗？你们 OK 吗？第一题是打字哦。好 ，OK, okay.。嗯，准备好了。好，开始了。瀑布旁的秃头摄影师。这是我最近最大的事情。过年的事。嗯。过年，这样我会不要去查你们的人设怎么画、啊，直接看你们头像就好了。你的头像好像有点不可考，没关系，我们就把它画成那样。笑死，好的，没问题。我做完了，等一下哦，我直接把我那个我们彩色学校这边人的人设图给描好。好。没关系，我第一题没抽到人，好悲伤啊！为什么杰尼龟要重出了？哎，为什么又有杰尼龟？今天大哥是谁？怎么啦？那个讲是谁的吧？是我，不是我，我刚才断线。你那边我感觉网络好悲剧。刚刚大家变成电子音哎，吓死我了，我就要被传送了。你现在来到异世界。对，一只是什么？一只被传送。这要怎么画？那你为什么要看人设？人设的话，你会知道是谁出的吗？
我刚刚第一题有打喵哈、欸，哦、那我到底要不要画冷呢？这样看你啊。啊、嗯哦、好啊，因为我觉得画冷蛮有趣的，嘿嘿。好恐怖哦！啊，好好奇哦，这是谁啊？你说谁干这种事情之类的？对。必有人哦，毕竟就是问你们过年在干嘛。对，我直接收到了一个知道怎么画的。可以的。下一个应该是打字猜，有点久没玩了。惨了惨了，时间快到了。不不，虽然知道怎么画，可是那样画已经来不及，所以就乱画了。对，出了我的心声。为什么又有杰尼龟、啊？这是什么？这种撞题了，我也觉得好像撞题嘞。嗯，原来你们都会做这件事情哦。我只有国小好像才有做过这件事情。好，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就看下一个要怎么画人设。为什么 这题目可以播吗？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好烦哦。那个写叫做 "We don't talk about Jenny 龟龟龟"，那一定是第一。你太了解我了。只有你会懂。哎，我现在已经确定我们的台面上有两题杰尼龟了，为什么？杰尼龟的诅咒？那有什么龟龟诅咒？而且我不会画杰尼龟怎么办？今晚的主题杰尼龟。杰尼，自从我玩了电话画图以后，我就会画杰尼龟了。我还是不会画杰尼龟，我先随便。那表示你画的还不够。当掉了。Oh my god, are you okay? Oh no. 哦、oh, ，你对杰尼龟很不敬。你受到杰尼龟的诅咒哦，杰尼杰尼，怎么可以这样？喵太不见 ，Oh my dear, are you okay, bro？ 有喵太，我还没画到。喵太真的还在吗？他应该是重开了吧？好像是 DC 看起来是还在，但人不在。天哪，兄弟不见了，兄弟不见了，兄弟不见了，兄弟呀、啊、我很期待他要怎么画 We don't talk about 杰尼龟龟龟龟龟龟像力的培训。过年真的会发生这个鬼事情吗？我从第一题就已经很疑惑了。你说的那个好，出事了。不见了，这到底什么东西？等一下，第三张杰尼龟台面上有三只杰尼龟，我也拿到杰尼龟，怎么那么多啊？对，不行，我要乱打，我要让杰尼龟在那种地方。
不是，你是不是拿同一家的杰尼龟啊？ Sorry。 嘿，花回，你有画到吗？你这样有画到？那我可以参与猜题啊？所以你没有画到白纸哦？那应该是上一刚刚那一家没有画到，因为我刚刚有看那个人数从六变七。那你们可以看我的画面。我不跟你说，这不是同一题吗？等一下，为什么会有两题一样的啦？对，有两题一样，有两个灵感一样的事情。那是你。那如果你们结束了，就可以看我的画面多么精彩。好。哇，我看到了，绚丽，泥龟的诅咒。太可怕了，所以我还是要再画一次杰尼龟，而这一点又是杰尼龟。哦，妙太，你不在这段期间，我发现一件事情哦，现在台面上至少有三只杰尼龟哦。我的天，我是目前还没抽到了，可能他那个拆完字以后就不见了吧。有多少杰尼龟？我这里我的台会有恐猪症的人吗？恐猪？你是说吃的那个猪，还是蜘蛛的那个？就是那个脚比较多的那一个。Oh， 因为我要开始，我要开始画很认真的脚胶咯。脚毛很多的那个吗？脚毛，对，他脚毛也，他有脚毛吧？那网子抓的那个吗？哎，对对对对对对，耶，虫类的。那动作其实还蛮难画的。现在仔细想想，为什么这个人敢这样抓？动色上面还会写说不要模仿哦。你看那个画面好像要变身一样，何止变身，他是把我弄到宕机了。变到宕机哈，我很期待你画的书。画什么？我出的哦。我一种偷可放弃你。可是你看到我上一半你就知道怎么会这样打了哦。好的。对对对，我很难过。晚安。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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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怎么发挥啊？真的很难过。哎、啊，我现在知道你在唱什么。这首歌有很久吗？我幼稚园听到的。那还真的蛮久的。这么久？这什么杰尼龟变成蜡笔小新了？啊，我不会，这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大过年会这样哦？笑死你！哎、啊，这是最后了哦。真的哎。Why？ 结束，我刚打字到一半。啊，这个后面为什么会变那样？我打错，可爱哦，常换常换，这个不行吗？哈哈哈哈哈哈！可爱哦，被破的那个。啪啪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可以，可以。哇，怎么可能会歪？笑死！喂，嗨，哦，就是这个，就是我啊！又是杰尼龟，又是杰尼龟，大力耶，好开心。对不起，我不会画杰尼龟。杰尼真的龟，龟龟。哇，抖着血太猛了，贴应该是贴上去才要那个吧？直接抖着血，抖着血好猛哦！哦，我荡了。你又当了，他是聪明的杰尼龟。没日没我后面没看到。小春脸，怎么大家都在写？大家很好奇，这到底是谁？大家都在写春脸耶。
好难过、哦，没日没夜。哎哎、欸欸，你哎、欸，一样的、欸。哇，又是有话，又是这个杰尼龟出现，又是杰尼龟，又是你，不是杰尼龟写春联，旁边我不想要杰尼龟了，杰尼龟不写春联。不写了，杰尼龟，杰尼龟不想，不想，打字没有打完，杰尼龟不想，杰尼龟不想，但杰尼龟不说，出事了阿北，出事了阿北，都懂，难怪，好可爱啊，阿北出事了，阿北出事了。get 得到哎、欸，好难忍哦，真的哦，出事啊！Oh my god, oh my god！ 啊，翻过来了，我以为是什么大过年炒什么番茄，哈为什么大过年会这样？炒大过年炒什么番茄？什么东西？为什么？超好笑。没有收到红包，难过，难过，好难过，我写错了，对不起，就是拿脾气，拿脾气，好香哦，拿走了，哦，就是什么，我想要杰尼龟，我没有画杰尼龟了哈。一种是感觉妈妈帮你存红包，杰尼小心，过真实，好棒，哇塞，喜欢，我拿去丢 box 了，对不起。哦，哇，今天太晚了，我什么？好气。我看起来看哦，我看起来好狡猾，不好意思，你又偷偷抓呀、啊？对，偷偷抓。我原来是这个，好可爱哦！你是说右边那个吗？啊，八千狼蛛，狼蛛很难抓、欸，厉害、欸！而且那个赖慢慢走啊，这都慢慢来。我一直被咬哭、啊、我没有抽到、這個、宝可梦是很危险的，这跟新年有什么关系吗？我在玩的啊。好危险哦，就是不能再碰了，太危险了，会成的包，偷个包接你鬼鬼鬼鬼，这是什么？还是咬耶、欸、我花了一半打上去，我不跟你说，太可惜耶，不跟你说，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完全看不懂，心里到底是怎么样会叫着跳蛋？太搞笑了，好神奇，也太歪了，好好笑，我脸焦痛。那种杰尼龟的肚子变成菊花、啊，我刚刚在想讲。Oh my god！ 他那时候在树后面就已经是肚子是菊花的。对啊，如果大家都那样画，我就那样画。就是，我觉得我们来一样画葫芦杰尼龟好了。好，不然我先寻找一下杰尼龟。现在找一下杰尼龟，我们直接直接指出杰尼龟，气死！笑死哎、欸！我要出墨镜的。今天 MVP 就是杰尼龟了。然后迪路今天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会画杰尼龟了。我天，纹路啦，纹路会画了。我的杰尼龟，我刚画的像波顶着菠萝面包的百变怪，啊，原来纹路长这个样子哦，酷哦。对啊，它其实中间是很像星星的。它的左右跟下面有一个箭头，对，有一个三角啊。刚刚去查杰尼龟怎么画，就有跳出一些奇怪的东西。真的？你是说那个抱枕吗？那裸体的部分。哈哈哈哈哈！兜的都很可杰尼龟。一嗯、我平常到底都看的是什么 ？Oh my god！
我来画这个。找好了。噔噔噔噔 ，Sorry， 为你偷壳，抱歉你鬼鬼鬼鬼。现在我们来完全偷壳他。Now we are talking Jenny 鬼鬼。啊，我 OK 了，但我这应该也是最后一场的。OK OK， 我也觉得差不多， okay. 我们就最后一场作为最后的收尾。杰哥比较好，还是不好？你要制造出传说。那我要按开始咯，都 OK 吗？好， OK、一样画葫芦，杰尼龟。笑死！我没关系，直接变欧尼，欧尼杰尼龟，欧尼杰尼龟 ，All in 杰尼龟，耶！可以可以 ，Only Only You You You，Only Only 你杰尼杰尼 You。查到杰尼龟是长得好怪，我也是。Oh, 我现在在画。我们会有人画正常的杰尼龟吗？不会吧？要大家画什么的时候，这样就不有趣了。不要，我们很任性。我们都要有各自的主见。Oh my god， 这是杰尼龟吗？你说我刚贴的那个鬼东西啊？不是，我在擦的东西，用手在抖。余华杰尼。太好笑了，这是什么东西？笑太开心了！哇，你的笑声可以 MIDI 成一首歌，你知道吗？你好快乐，真的，我现在超快乐的，这杰尼龟好快乐。嗯，Oh my dear， 我们会不会被告？我觉得画得太像才会被告。啊，没关系，没关系，法务部。正在路上，我们正在看这个台中，正在前往的路上，斗内的1500，走公交，在 watching you， 等一下就看到那个红色的 super chat 浮上来，然后说 well done， good job， keep going， 啊，你好。哇，怎么那么帅呀、啊？你到底画什么？哇，我也画帅的。哇，我们去登记好了啦。要让好多人登记哦。原地结杰尼龟结婚。对，原地结。原地结婚，原地杰尼龟。结婚，结婚，结婚，结婚。叫声变结婚。你现在还听到吗？我现在才听懂。哇，那个是。阿子很喜欢这种双关，他很喜欢啊。结婚不要，结婚，杰哥不要，不要，但结婚可以。结婚不要，但结婚可以。好烂啊！笑死。现在画完后发现时间好多、哦，该怎么办了？嗯，再多补个。大家可以借我一点时间吗？我觉得我画不完了。杰尼龟吗？你在画哥吉拉哦。我的杰尼龟它很特别。我的杰尼龟很特别，特别到我都看不出它是杰尼龟了。不要画是喷火龙，说它是杰尼龟了。只要你有心，什么都可以是杰尼龟。杰尼杰尼，哎，你是杰尼龟，他是杰尼龟，这里还有没有第五个杰尼龟？有，这边有七只。杰尼，不然要把杰尼龟画像蟑螂的呀？怎么会这样？蟑螂。因为他前面那个地方看起来，你这样太侮辱杰尼龟了，不对，太侮辱蟑螂了。Oh my god！ 你这样太侮辱蟑螂龟了。蟑螂龟，蟑螂要提高了。啊！蟑螂提高，新品种已登陆。蟑螂龟，杰尼新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图鉴登录。太棒了！哎呀，问作家是不是压力都很大？我现在是有土博压力更大，笑死！我需要帮他上色吗？应该不用吧。完美，完美，太完美。应该只有喵哈会上色吧？就画笔就好。哇，我刚刚画完不知道干嘛嘞。画完不知道干嘛嘞。累，累。你们到底都画些什么东西啊？我太害怕了。我画的一定是杰尼龟，嗯啊。哈我求在，我在亲我的图，我在亲我的图。我的图我不太想亲他。哇，我可以画的比你好哎、欸！知道，我会画这个。完了完了，这很快。我顾着笑，忘记看到。对对对，他这个很快哦。Oh my god！ 等一下，我刚刚没仔细看，那武器是不是拿错了？我已忘记。他好像拿成多拿泰罗的武器了呢。哦，专业哦。杰尼跟后面的龟壳长什么样子？如果会不会经过这一轮，然后我还是不会画杰尼龟都在乱画。迷音版的比较会。那杰尼龟是怎样？是有两个元素哎、欸！天哪，两个。嗯，我怎么画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哦哦，噔噔噔！哇 ！Why you？ 好开心啊！你好快乐，可以分享你的快乐吗？你分享快乐，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喵太的压力蛮大的，喵太压力真的感觉很大啊！我压力，阿罗压力大。我是说奇怪的东西。What？ 我也画到一个超奇怪的。啊，那好太呼吸呀、啊！吸吸土，吸吸土。来来来，快去帮他拿冰淇淋过来，他快撑不住了。哎呀！那个笑得很贱的杰尼龟，我刚刚也想要画那个，可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人画。你是谁啊？我总觉得你可能拿到我的。天哪！我想 Google。这也太有创意了吧！我觉得我要被这个粉丝狗干。那不是我画的吗？我，你画的应该到我手上了。我按下作画的瞬间就忘记我要画什么了。好像有时间 Google， 我要去 Google 一下。对，我也是。明白。因为顾着在笑，结果就忘了。那这里有个这个。快结束了，怎么回事？你的时间也太快了吧！后面会越来越快啊！完了，越来越快了，来不及了。他眼睛变在一起，这是杰尼龟吗？这他妈的！太多跑弯方法了吧？不是杰尼龟了，什么？遍地哀嚎。好啦，回复杰尼。我杰尼龟头变扁了，为什么是这样？这是谁？对不起，下一家。是谁？不行啦，我要画菠萝面包了，来不及了啦。对不起。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就这样，就这样。这样吗？长这样吗？太久，太久，太久了。什么啦？啊？谁吸谁啊？为什么？太快了，太快了 ！Oh my god！ 此刻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滞。好浪漫哦！你要继续停留在这杰尼龟轮回中啊！哦，不要不要不要 ！No！
什么？你是谁？大呀，叽里呱啦！今晚做梦也会梦到的东西。我no， 这是谁？而且我已经画到有大概两只吧，两只杰尼龟拿剑了，怎么一回事？哈哈，阿瓦邦嘎，这是谁？哇塞！我怎么变这个？哇，超快哦！我在这里，怎么变花吗？对，我刚才也看到。好笑哦，崩溃！不要不要！Oh my god！ 啊，超快的，下一早开玩这个了，超快，好可怕！还是你啊？他的人最重要，我到这个我就挂了。你那是珍珠少女吗？对不起，我以为是某个名画吗？是。变吸毒少女了，嘴巴开始变化了，发青了，发青啊！换唇膏了，换唇膏了，我变成普通的乌龟了，发电了，发青，它看起来有点像可达鸭哎。哎呦，太的啦！你知道大家那么认真，那么搞笑，害我这个无聊。会啊，那后面会变得为什么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吧？关键都有画到，好可爱哟！哈哈哈哈哈哈！哇！救回来，救回来！那中间龟尾好像可以玩篮球。哦，对啊，这一张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画的好像很奇怪。Oh my god！ 对，这个是啊，这样。我就盯着他。我。哈哈哈哈哈！他怎么变成一个水滴鱼在吃别人的感觉？他不是杰尼龟了，他好适合动图哦，他吃掉，好累哦。动图一定也很棒，就你，我有看到这一张哎，我有看到这一张。我觉得他脸好白，变大，我很抱歉，我来不及画其他细节，很抱歉。为什么变回来？你回来了，你还在写字哎，你。就我们主题就是杰尼龟啊，我也是杰尼龟啊，我 Google 照的。那个美，那个叫什么？美化版。美图秀秀，美肌美肌美肌美图秀秀，好可爱哦！我有画到嘴上，我有画，我好漂亮，他戴起来了，啊，可爱，有多可爱？他怎么变成那个完美死亡四九？对，羊角。光下巴的那个部分，大叔自拍照的角度，像有一台摄影机在移动一样，我真的好传承下去哦，棒哦！还有谁呀？谁呀？你还就是你，我超越了你耶！很远哦。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像卷发的学生？你有花吗？
Oh my god！ 好棒哦！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还在？我想那个嘴唇跑到眉毛上了。好好笑哦、那是杰尼龟的特征。哦是哦，哦，我都没画。是吗？加个蓝蓝的。是哦。哎、欸，真的吗？对不起，可能是我看错了。哦，好帅哦！少画一支箭。哇哇哇！真的耶，双刀流。我打在头上了。这个还不见了，不会是我吧？把头巾丢了。什么来？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还没有崩哎、欸，还来、欸？很还原。主题是杰尼龟。怎么、啊？好猛哦！笑死！休息啦。我嘴巴好酸啊、哦！我很酸、啊，我笑到声带很痛。声带是每过一阵子就可以瘦一下脸颊的活动。我没有，脸颊好酸的、哦。我笑到都要长出腹肌了。很好哎、欸，这很好哎、欸。你现在可以去开那个健身训练班、欸，这有多少人想要这个东西吗？很烂了，明天就有人鱼线。应该庆幸是长在腹肌，不是脸上。腹肌长在脸上吗？Oh my god！ 对，在我脸上长苹果面包哎、欸。好的，辛苦了，关了关啦，辛苦啦，辛苦了，谢谢你们，感谢感谢各位，拜拜。好啦，就到此，没有要多开，嗯，只是有点累。你、欸、们要多开，那感谢各位啦，就到这边咯，各位晚安啦，拜拜拜拜。来看看有谁开台啊？不行，我现在真的好呛哦，他妈快睡着的呛。啊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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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都很努力看。晚安，大家拜拜。